突然肚子疼啊？没事吧？啊，我得去医院，这教官请我去。哎，顾飞明，顾飞明，顾飞明，顾老师，我可以带给他吗？那你们两个抓紧准备一下，马上上场了啊！待会儿你上台献花，我来送纪念品，可以吗？这是什么鬼？这个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梁辰学姐今天会来啊，你就把这个想象成一束火红的玫瑰花。调音老师，这边音量可以。学姐，你刚刚唱的特别棒，谢谢。我是，哎，同学干什么呢？把东西送出去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其实，这是一束玫瑰花。啊？花还没做好，先用这个玩偶代替一下。这个声音，不会吧？学姐，学长，你们该退场了，快走。我还以为大明星都是非常有架子，还很高冷的，没想到梁辰学姐人这么好。学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这里面太热了。热？哪儿热呀？哎，学长，你干嘛去？这体育馆里还是有点冷，你穿这么少，先喝点热水吧。陈姐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刚刚给你献花的那个男生好帅啊。还有一点像刘茂彦。对对对对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有次在飞机上也见到过他？啊，这你都记得？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看，说什么呢？谁看上他了？哎呀，你这副浮夸的演技，心虚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人家可是学生，你可要点良心吧。学生怎么了？学生呀，思想单纯，热血沸腾，身强体壮，最重要的是乖巧听话。哎呦，没眼看！哎，人家只是给你献了个花，你就想这么多了？怎么没见你写歌的时候有这么多灵感啊？不过呢，说实话，
弟弟也不是没有好处。啊，别嫌年下小，永远对你好。哎，你别瞎说。我去看他彩排。呦呦呦，哎，不好意思。镇定镇定，他不一定会听到，不要慌。陈姐，你等等我呀！刘茂业，哥哥，我们赶紧走吧，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知道了。好，陆。学姐，你还好吧？摔疼了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哎呀，这个地真的太滑了，去跟学校赶快反映一下，不能这个样子，可不能把学弟学妹摔着了，毕竟那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。学姐，疼吗？不疼，你看，脚还能动呢，还能转圈儿。